我叫阿琳娜，是一名驻华记者。六岁起我就开始学中文，一直向往来到中国，游遍山川流水，探访名胜古迹。四年前机缘巧合下，我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工作。正是因为这份工作，让我有机会到中国的不同地方拍摄采访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。慢慢的，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。中国丰厚的文化底蕴来自悠久厚重的历史，其中戏曲就是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中国戏曲与希腊悲戏剧、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戏剧文化。如今唯有中国戏曲依旧辉煌。中国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区的戏曲约有300多种，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也有50多种，尤其是以京剧流行最广，影响最大。我记得有一天我的朋友带我去看京剧，当时说实话我听不懂，然后他们的动作我也看不明白，然后他们的化妆，因为这个化妆我们平时日常当中我们见不到的，包括他们的服装，这个很宝贵的，他们的服装感觉像手工一样的，然后各种各样的亮的颜色集合在一起，特别迷人啊。然后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对京剧充满了兴趣，我去了解京剧的历史、京剧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和这个文化。京剧是19世纪中期融合了来自中国南方的徽剧和湖北的横调，接受了昆曲清腔的部分剧目、曲调和表演方法，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、北京腔调，通过不断交流发展，最终形成京剧，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。随着时间的变迁，京剧艺术水平在中国戏曲中名列前茅，逐渐在全中国流行，所以也被称为国剧、国粹。我翻看了很多有关京剧的资料，对京剧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。歇下之余，我会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逛一逛，探寻京剧能成为中国国粹的原因。京剧的魅力到底有多大呢？直到有一次我逛公园，远远就听到非常有韵味的京剧唱腔。原来在山上小亭子里藏着这样一群热爱京剧的戏迷们，他们几乎天天都会来公园里练习3-4个小时，风雨无阻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格外认真，有的人伴奏，有的人演唱，配合得非常默契。我看得着迷，听得入神，忍不住跟着老戏迷学唱了几句，感觉非常棒，非常有意思，仿佛我与京剧的缘分又多了几分。和老戏迷们讨论京剧的魅力，他们并非专业的京剧演员，却对京剧见解独到，热爱之极。国粹这个就是咱们得把这传承下去，是吧？不能让它就是从这儿就断了，就把这个国家的这个遗产，这属于归类为那个文化遗产，是吧？也得给它传承下去。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它是经常用这个艺术的方式反映过去历史的史实，是吧？这很不容易的。为什么叫国粹啊？它里边包含的各种版式特别多，比如嘛，导版了、原版了、2/6了，还有4平调了、南梆子了、流水了、快板了，是吧？都比别的那个戏剧的品种啊，都比他们多，
所以说这叫国粹。现在国家就把这个我们的京剧啊，就列为第一的这么一个艺术的品种，因为这个本身来说，它就特别的深奥，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人我想唱就唱，我想这里好多东西啊，你很不容易学。京剧作为综合性极强的艺术，以表演为中心，音乐、舞蹈、美术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套规范化的表演形式。唱、念、做、打是京剧表演的四项基本功。唱指的是歌唱，京剧的长腔属于板式变化体，以二黄、西皮为主要声腔。念指的是对话或独白，每一句话都有动听的韵律，与歌唱相辅相成。做指的是表演形体动作，打指的是通过武打表演展示剧情。除了这些很有难度的基本功，京剧演员还需要丰富深厚的情感和文化内涵，演绎历史故事情节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来到国家京剧院，跟着专业老师学习了一段木刻寨中穆桂英的戏。穆桂英是一个巾帼女英雄，她睿智、勇敢、有胆识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虽然我只学习了一段戏，但从棉布华装、法式梳妆、穿戴戏服到动作长腔，这一套完整的流程让我拥有一次难忘又美好的京剧体验。我非常感谢自瑞老师，他其实花了很长时间陪我，给我介绍所有的京剧各种各样的部分。因为京剧它这个不仅是唱戏，这是也是服装，这也是化妆，每一个动作都不一样的，每一个细节它都有自己的内涵。所以他当时非常耐心的跟我讲啊，你要这样弄手势，这样弄手，然后左往左边看，往右边看，都不一样的。当时大概有三个小时时间，我们化了为了化妆，然后这个穿衣服，戴头饰，很难。然后在舞台上，演员会做各种各样的动作，所以他们的头饰一定要勒紧。其实当时他们还没给我特别紧，他们说你是初着你是第一次体验，所以我不会给你那么紧。我觉得我想晕，因为特别难，特别难，特别勒，然后都无法呼吸，我都不说唱戏，我都记不清楚我叫什么名字，当时因为太累了，然后还得做有些动作，然后还要听音乐，然后跟着音乐唱戏。所以这里有很大的难度，我特别佩服他们。其实可能作为一个观众，在大剧院里你看戏，你觉得哦挺好的，挺好玩，挺喜欢，但是演员花了多长时间，这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无法想象。所以当时我亲自体验了什么叫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，京剧演员的表演程式规范要求更为严格。除了从小练习基本功外，为了刻画人物，还要借助服饰和道具学习特技功法，比如水袖功、扇子功、帅法功和捧火等。每一种功法变化无穷，绝非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。京剧演员与其他职业有所不同，要有好嗓子、好悟性、能吃苦、有韧性、不浮躁，更要有一颗热爱京剧的驰骋之心。随着对京剧深入的研究，我被京剧艺术的魅力深深吸引，并为之震撼。京剧艺术凝聚着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和艺术家们的用心创造、完美演绎，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爱上京剧，爱上中国戏曲艺术。